他有点有点那个啥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、哦、你们说我不知道耶，吓人。他应该是男的啊、哦、其实我知道他是男的，然后PK 嘛对吧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打赢人家那阅读服饰嘛对吧，出来会要说话算数对不对，要真诚遮义，要假义气对不对，不假义气的话那做人不行的。比如说我跟他打 PK 对吧，我输了我不跟他表白的话那我就不假义气了嘛，是不是？这皮肤好黑哦，这感谢点赞，谢谢哥哥及叔叔阿姨们，咱们给百一百二百三点点关注啊、哦、非常感谢，感谢百一百二百三。是个假人吗？你说刚刚那个是个假人吗？他是个真人吧？黑的好看吗？真的黑的好看，但是我不想太黑了，我以前很白的，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很白的，然后天天在楼村里面挂来挂去的。说香烟，嗯，没事的嘛，这男人嘛都会抽烟的嘛，这正常嘛。感谢点赞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咱们给阿伟赞的点一下，人家是好白吗？牙齿还好吧？来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咱们阿子墨没有直播的嘛？阿子墨直播没有？阿子墨没有直播哦，阿子墨没有直播。对，阿子墨没有直播。阿子墨没有直播的嘛，叫阿子出来才好玩是吧？那我叫阿子出来吧，要不我们去医院找阿子吧，但是他在医院不方便，声音好大是吧？你们说我的声音大吗？还是感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去找阿紫是吧？那我就去找他喽。你们和我一起去还是我一个人去啊？很吵是吧？在哪个地方？在茶楼里面，在县城里面茶楼里面，所以这个生意有点吵。对，隔壁有很多人，就是一干一干的嘛。隔壁有很多人，然后就看我这边是只有我一个人，隔壁有很多人嘛。一起去嘛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嘛，你们就睡觉了吧。我一个人去找阿紫玩嘛，你们也和我一起去吗？是不是、哦、两次吧。我那天就是下播，我露脸那天下播之后，我就那天是用小号直播的，没有用大号，然后我就去找阿紫了嘛。对，我下播之后我就去医院找阿紫，就买了一点水果，买了一些饮料，去看阿紫了嘛。想阿紫了吗？是你们想阿紫了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你们想阿紫了吗？阿伟好帅，没有，谢谢夸奖，感谢点赞，去看一下阿紫是吗？感谢赞赞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啊、哦！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。10:30，十一点我就下播了啊、哦。再包8个小时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没有关注我的跟我这个是我的大号啊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然后我
我明天，我明天，明后天这两天就给阿子墨表白，好吧？他等他事情忙完之后，今天露脸了，是的，露脸了。你们不是一直强调我露脸吗？我本来不想露脸的，你看我这么黑的，这么丑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出来。但是你们非要让我露脸，天天说露脸露脸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就露脸了。不然我不想露脸的，真的，因为这你看我以前很白的，这在楼村里面这挂来挂去就把我给晒黑了，挂了三四个月就把我晒黑了，然后我现在就很黑，我也长得丑嘛，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谢哥及叔叔阿姨们，咱们站着点一下啊！没有没有，很帅是吧？黑一点健康是吧？对，我喜欢运动。你看这边天气比较热嘛，然后我也喜欢去跑步啊、健身啊、运动这种，然后就晒得更黑一点。我是很健康的，见识很健康的，就是有点黑。感谢点赞，谢谢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帅爆了，谢谢。像刘德华吗？没有吧。很多人说我像黄晓明，不像刘德华。感谢点赞，谢谢，给我赞赞点一下啊！都希望五十年以后能再陪你的左右。我想念一首歌，然后到时候唱给阿子墨听，阿子墨听好吧？感谢点赞，赞赞点一下好吧。